当二哈正在帮主人带娃时，突然把宝宝从二哈怀里抱走，二哈会是啥反应？抱走吧，再不抱马桶都崩溃了。啊，抱走了，那马桶给你抱走了，他又不乐意了。你看他又不乐意了，他又不乐意了。你看他又 不让你抱。让我抱，我去，你给我走，起来，这我的孩儿，不让你抱。这咋又是狗的啊？不让你抱。你看，他不让你抱，还给你，不让抱，不抱了，还给你，不抱了，哎，你不能舔啊，不抱了，还给你，啊，又抱走了，马桶，抱走了，你慢一点，别摔着了啊，你别跑，不让你抱，干啥？你给我滚，咋啦？马桶，他是爹，你不是爹。我的孩儿，你看马桶，我让你看一会儿，小孩就成你的了。我是他爹的，我都不看一会儿，咋的呀？你别骂我，不是，你现在搞岔劈了，你这以后只能说陌生人不让抱，我是他爹的，你也别骂马桶。慢点，给我滚！不是，马桶，我是孩子爹，我是让你临时看一会儿小孩。安安好淡定。你只有看管的权利，没有拥有的权利，你知道不？马桶说，看一会儿就是我的了。你小孩是我的，你给我滚蛋，滚犊子！啊！你干啥？就生气了，这货，这怎么能这样？哎，别把你弄倒了，生气了，气急败坏的样子，真是气急败坏。让他单独带孩的时候，他特别的温柔，但是你把孩一抱走之后，他就疯了。这不行，那不愿意干嘛呀？气急败坏了。别把你弄倒了啊。好了，停，别摔倒了。妹妹，你给我滚，马桶，抢孩子了，给你。你给我抢，马桶，你给我滚啊。抢。这就换这个硬抢。不给他，他傻子。马桶太难了，安安好淡定。